可可，你怎么又改我壁纸啊？我没换啊，你手机不是在我这儿吗？那这是谁的手机啊？陈姐，看到我老板手机了吗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，谢谢陈姐。啊，主管，佳韵哥的生日是几号啊？12月24啊，怎么了？嗯，没事。哦，那我先走了啊，陈姐再见。我们上次的记录是多少来着？40，马上就要破纪录了，兄弟们，加把劲儿，加油！问你个小问题，你说，如果你把一个女生的生日设为手机密码，是不是说明你喜欢她？也有可能因为她是我妈。哦，慢，别动我！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，还差一块就破纪录。陆景，你来，你来。谁用你的生日做密码了？没有，我说我一个朋友。朋友，景哥哥，景哥哥，哎，谎都不会撒。梁晨，走吧。江源哥，我突然有点不舒服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不用，我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啊，没事。要我们从头再来？不玩了，出去打篮球。又怎么了，变脸？你知道吗？啊！哎，出去看，什么一起玩玩啊？